训练了，至少要有50公分的开度，是快攻的话，哎呀，闪到这样就太夸张了，就把这一场球当作练习赛嘛，是、用这种心态下去，输是必然输，但是自己把自己20-5，就直接下去，砰一声，除了刚才一个霸包，有没有？现在都换了，连续换3个，调相当轻松。中国队来了一个后排，但是这个球再压了下来，对，不然就平平的一个单人拦网。10号巩翔宇的单人拦网拦住这个球，但是就是突破不了他的拦网。是，我想他出都是举球员在处理的嘛。是，那举球员你常常有拦网成功。身高188公分的金叶，这个感觉比较轻松啊，随性。2次的技术暂停。在今天为您带来的亚青女排赛第一天的赛程，中国队上哈萨拦一次快攻，对，非常中间哦，身高够高了，手张在那里，已经比网子还有一个190公分的长人在、他自己也进去助跑进去的太快，对，不然这个球可以用右手除，这个快攻是移位当中举快攻来打，对。中国队在这场比赛的第三球。没拿下，没拿下一分，哈萨克真的是非常高兴啊！当然，拿下了这场比赛，击败了哈萨克。好的，那么在今天爱达娱乐台所谓华队对上斯里兰卡的比赛，比赛是在天母的台北市立大学的体育馆来进行，欢迎所有现场来为中华队加油。那非常感谢洪尚洪老师为我们做的讲评。